来榨果汁吧。榨好了，倒在杯子里。好了，用盖子盖好，拿给波乐乐喝。喝果汁喽！哦，真好喝。Hello， 小朋友们，我是乐乐。今天我们来玩榨汁机玩具。玩乐三分钟。我们有一个好可爱的娃娃，这是他的右手，这边是他的左手。娃娃身上穿着蓝色衣服。我们有一、二、两个杯子，来榨果汁喽！倒入清水，盖上盖子，开始榨果汁。拿一个杯子，打开杯盖，把果汁倒进去。倒满了，盖上杯盖，把果汁拿给娃娃喝吧。来喝果汁喽！哇，好甜的果汁啊！面包超人要来榨果汁，这是他的果汁杯。去榨果汁吧 ！Go！ 面包超人来到了榨汁机这里，打开盖子，倒入清水，盖好盖子，开始榨果汁。拿上果汁杯，打开杯盖，把果汁倒进去。好啦，盖上杯盖，拿给面包超人喝吧。喝果汁喽！太好喝啦！面包超人走喽！波乐乐也想榨果汁喝，这是波乐乐的果汁杯，去榨果汁吧。呜呼！开始榨果汁喽！好啦，拿上果汁杯，打开杯盖，把榨好的果汁倒进去，盖上杯盖，拿给波乐乐吧。波乐乐的果汁来啦！哦，真好喝！哇，波乐乐也走啦。